知乎推出首部儿童科普绘本，回答数字时代孩子的问题。凤凰网科技讯10月11日消息，知乎宣布联合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发布知乎版《10万个为什么》科普绘本，面向儿童进行专业性、趣味性的科普通识教育，让儿童从科学中获得启蒙答案。今年9月，知乎平均阅读活跃用户数突破1亿，对更多新代际年轻化用户的跨代覆盖成为显著特征。知乎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是知乎出版业务推出的首部儿童科普绘本，于10月11日在知乎、京东、天猫等渠道正式发售。2021年正值少年儿童出版社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出版60周年，此次知乎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绘本的问世，则是对前者的一次跨越时代的升级，立足于新一代儿童的新问题，给出科学解答。